上来这个一传的位置啊。好，一传面对双人拦网，就之后直接把球推过来，机会再次来到山东这边，打后二了。这个后二点真，瓦尔加斯的后三，球发的不错，瓦尔加斯的腰线啊。机会啊，发前区，回手线被撑起了，这个球传过网了，争一下球，阿杜青青给了瓦尔加斯，是这一条腰线，瓦尔加斯直线，再次给到瓦尔加斯，这次来打中线，还是给到瓦尔加斯，这一次选一传到位，反轮给到四号，机会看一下怎么组织，给到瓦尔加斯，机会又来了，给到瓦尔加斯，二号位强攻打手出界，炸手了，在场上。这个球给瓦尔加斯立得很舒服，这个球直接防过网，转移到后二，瓦尔加斯的二直线，传的稍微有点矮，反击给被拦回，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。瓦尔加斯的直线，还是给到瓦尔加斯，被防起了，还是瓦尔加斯，点真高啊！瓦尔加斯的二直线，